years ago, expansion started. Wait, we built the wall, we built the pyramids. Math, science, history, unraveling the mystery. I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.141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成了世间万物的缘起，但若要追溯人类的缘起，我们的目光就不得不投向太古海洋。大约4亿年前，两栖动物第一批走上陆地，我们是他们的后裔之一。但是走向陆地并不意味着之后的进化之路可以从此一帆风顺。在地球的演进故事中，生物灭绝是不断循环发生的。5亿年前至今，曾经有5次因地壳剧烈变动而导致有统治地位的物种灭绝，于是便要重新洗牌，由新的生物来接管。接下来的1亿6千万年是恐龙的天下。侏罗纪时代的王者毫无疑问是三角龙与暴龙之类的动物。那段时期，我们哺乳类动物是在峡溪生存的，或许我们要偷恐龙蛋，又或许我们的存在纯粹是为了增多一个物种。但6500万年前，重新洗牌的时候到了，一颗小行星猛力撞向地球，导致一团尘云遮蔽了太阳，气温骤降，属于恐龙的时代过去了。恐龙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除了化石，恐怕就是它的灭亡。恐龙灭绝后不久，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出现了。700万年前，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安稳过活，但是新的入侵者再次改写了地球的历史。这个新的入侵者便是青草。草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全世界的，形成了非洲西树大草原、欧亚大草原、北美大草原、阿根廷大草原。草原侵占了传统的森林地带，树少了，树与树之间距离宽了，同一棵树上圆越来越多，食物则越来越少，这激发他们必须跨越草原寻找食物。这种被迫的迁移却在无意间让他们学会了用双腿行走，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抬高头，越过高高的草丛，监察掠夺者。用双腿站立对于灵长类的意义是革命性的，这样他们的双手便可以解放出来自由活动，而他们正需要用这双手去塑造人类的历史。